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丑鱼频道，我是小丑鱼，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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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哈！今天给你们一个秘密哦，全海族的小鱼们都有一个 power 哦，猜猜看我的 power 是什么呢？给你们一个动作哦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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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的 power 可厉害哦，我的 power 可以让大家变得很开心哦。让我把这个 happy power 送给你们。三、二、一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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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pew！ 全部的小鱼都要乖乖和开开心心的待在海里，远离病毒哦。既然每条小鱼都要乖乖待在海里，让我来讲讲我的绘本，解解闷呗。这就是我的绘本啦。我的绘本的题目叫《丑小鱼》。有只小鱼叫丑小鱼，它非常丑，全部鱼儿都认为它是很丑的小鱼儿。全动物都认为都很讨厌它，不跟它玩游戏。丑小鱼就伤心地哭着说：“为什么我那么丑？”他伤心地在湖里面的旁边哭，就是哭不停。一边哭一边叫着他妈妈：“妈妈，妈妈。”然后就有漂亮的鱼带着五只小鱼儿，丑小鱼看到就大声地喊：“妈妈！”漂亮的鱼儿听见就游来告诉丑小鱼：“我不是你的妈妈呀。”丑小鱼一听到这温暖的声音，就变成了一只漂亮的小鱼儿了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和分享。如果你们还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打开小铃铛，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哦。下次见，爸爸，下次见。